5年来一直随我修行，药力也日益增强。多谢欢喜娘娘。哼！你现在只需要帮我做一件事，我就能将你和张仲明都救出去，骗取他们在西鹤获得的灵草，交给你，我就救你出去。我可以给你画心。 解开你的心结，但如果还是不能成功，我就只能用化心阁的秘法将你的记忆封存，让你将这段往事忘了。是梦默醒来，就会毁了这个世界。虽说这是我们的宿命，可是我想试一试，逆天改命。 你为玉哥哥怎么样了？他自己唠叨了会儿空空哥哥，然后在屋子里转了几圈就睡了。我现在有事要出去一趟，你好好照顾好为玉哥哥。如果有人想要带走他，千万不要让他们得逞，知道吗？嗯。真乖。我快去快回。师父，焕儿，快起来。是。焕儿，今日叫你来是想跟你说，化心阁多日未开，天下的清气虽然永聚于此，但是仍需要一段时间。这段时间里，你务必要照顾好石梦墨的安全。师父此话适合用意。近日来，石梦墨身上的封印日渐削弱，怕是不日就会完全苏醒。这么快？ 所以，在我们收集完清气之前，一定要保护好石梦墨，若有半点差池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是。师叔，刚一进门就对我动手动脚的，太没有礼貌了吧？师叔。 什么师叔，无缘无故的把我叫老了？哎，师叔，我一直想救你出来，但是亲戚和浊气不够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在这里面住的挺舒服的，不用担心有人怀疑我，也不用担心每天亏了多少钱。师叔，对不起啊。有什么对不起的？那么容易认错，不好玩。哼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来呀是有正事要跟你说的。 今天我听到大长老跟你说，然后我就用灵力测探了一下，果然在苍城的西域发现了奇怪的灵力波动。奇怪的灵力波动？嗯。现在任何奇怪的灵力波动都有可能跟九思有关。嗯。我本想用灵力去查看一下，没想到路程太远，没进去。灵力波动？ 跟距离有关系吗？功力太浅不行吗？哦，哎呀，我今天啊在苍城走了一天，累死了。哦，你有空啊，不要忘了去秦庄一探虚实。嗯。哎，叔叔，如果我想要找你的话，要怎么做啊？别找我，找我干嘛？休息够了，我自然会出来的。哼。 这化心笔还能当罗盘用啊？是老娘在里面跟你们指路呢。这里怎么有这么大一个庄园啊？怎么好像从来没见过？怪了，我怎么感觉不到？ 这里奇怪的灵力波动呢？哎，阿欢，空空会在里面吗？应该不在。
我们久仰贵庄主人大名，特意前来拜访，麻烦前去通传一下。他好像不会说话，一直在比划手语啊。我们是来找你们庄主的，麻烦通传一下。我们就是挑战者。什么挑战者？他说他们庄主不接待外人，只接待精通音律的挑战者。然后呢？所以呢，我们就是挑战者。多谢。他刚刚说了什么呀？他说，我们待会儿站在帘子的两端，根据所听到的音乐来敲击对应的乐器，只有我们的答案和顺序完全一致，方可过关。听音辨乐器，这抓药材我倒很在行，这个我一窍不通啊。待会儿听我的。等一下我告诉你答案，然后我们两个同时说出来，知道了吗？好。鼓，一二三。鼓。乐器。乐琴。笛子。笛子。这三个姑娘之中只有一个会唱歌，我们要从她们的歌声中判断出是哪一位，同时选对才算过关。好，明白。手边那一位。手边是哪边？向前三步。什么也没有啊。原来是中间啊。不是这边吗？哎，刚才太吵了，根本听不清。走吧，我们失败了。刚刚真的太吵了，我听不清。阿欢，你等等我。这刚才那个琴声，我听不清楚，而且你传音我也收不到。就不知道自己怎么突然就转了个圈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是那歌声的效果，那歌声有催眠作用，会让人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情。那就说明这秦庄真的有猫腻啊。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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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
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快上来呀，小姐，小姐，别动，危险，回来吧，快回来，小姐，小姐，是啊，快回来吧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这是这是怎么回事啊，小姐，这个怎么办呢？脉象稍有阻塞，额前似有淤积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脑子不大好使。他会不会是被怨气操控啊？可以试试药浴。药浴？哎，师叔，我刚刚睡醒。就看见这么羞羞的画面，师叔，我在给他画心，画心，画心阁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个画心要脱光光的规矩啊？真是世风日下。不是的，师叔，这姑娘想自寻短见，又神志不清，所以我们就用药浴试试。那你画吧，我要回去继续睡了。我是谁？阿丽，你别闹！恭喜恭喜恭喜！谢谢！好，好，好，吃吃吃！哎，老爷，老爷，你怎么了？老爷！哎，老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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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叫大夫！老爷，快去叫大夫！老爷，叫大夫！夫人，老爷，老爷，夫人。老爷，爹，夫人，爹，娘，爹，阿离，阿离，阿离是谁？我不知道。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吗？我不记得，我不记得。我不记得，我不记得。哎，这位公子，人家里面正在治疗，您不能打扰人家。我不记得。在哪儿？人正在泡药浴呢。我问你在哪儿？在那儿。阿离是谁？我不记得。你干嘛？人在里面进行治疗呢。我未婚妻害怕接近陌生人，你们这样会吓到她的。这药材里面都已经放了龙骨了，就是专门用来安神的。更何况人家姑娘家家的，不穿个衣服怎么进去啊？我不记得，我不记得。出门还自带板凳呢。我不记得。我是谁？在听曲儿啊！啊！这位公子说是这位姑娘的未婚夫，要把她带走。阿离。没事吧？没事。
听说是二位救了阿离，在下感激不尽。想必宁大夫也知道阿离的精神不太稳定，跟陌生人相处容易加重他的病情，所以我们就不打扰了。这点银子聊表谢意。告辞。公子可是无耳秦庄的主人，听闻无耳秦庄庄主情义无双，刚才听公子抚琴犹如天籁，故此猜测。世人误传罢了，难道姑娘也喜欢琴乐吗？昨日我们去府上拜访，但是没有通过考验，无缘相见。不过今日算是如愿以偿了。这银子我们就不要了，如若公子真想谢谢我们的话，就带我们去府上参观一下。对，我看着这姑娘气色不太好，身子虚弱，要是府上有个大夫的话可能更方便一些。那就劳烦二位了。请吧。多谢二位救下阿离，公男先干为敬。庄主大人客气了，治病救人，医者本分。这三位当中，哪一位才是真正唱歌的那一位啊？这个测试只不过是用来赶走那些每日上门拜访的人，所以他们三个都不会说话。猜个屁啊，这是作弊。你就这么饿吗？好听吗？好听。喜欢就好。我们好久没去溪畔捉鱼了，明天我们去好不好？都依你。宫南越来越古怪了，他到底什么来头？我之前帮钟离画心的时候，看到宫南有个老师，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着手去查。交给我，回去我查一下。是这里吗？按这上说的应该是这儿没错，可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有人用障眼法将这宅子藏起来，显然是不想让他被世人所知，可是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
臭啊！斩其四肢，去其双目，同入双耳，割舌逆喉，视为人质。孽畜，你要这样对你的恩师，难道你不怕死了下十八层地狱吗？不敢。徒儿为了不让师父下地狱，留师父一命，苟延残喘，活于世上。师父耗尽毕生心血，收集世间名器，如果死了，岂不可惜？孽畜，不能好死！我们药房有事，回去了一趟。明日大婚，这怎么才过了一晚上，他们就要成亲了？昨天晚上那个人质的身份还没查清楚呢，要真的是被宫南害的，那钟姑娘不就是嫁给了个欺师灭祖的禽兽吗？那个老者心中怨愤太深，我反而看不到其他。如果将老者做成人质的是宫南的话，恐怕这门婚事要不妙了。哎，陆小曼会不会知道解决方法？我问过师叔了，他不愿意出来。要是空空在就好了，说不定瞧见他，大小姐就愿意现身了。我们现在只能想想其他办法了。那钟姑娘痴痴傻傻的，问又问不出个什么来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一试。圣祖，如果你还这么继续抵抗，那属下只能强行浇灌了。圣祖，你与石嬷嬷自古就是死敌，她以石梦为生，而你却以造梦为生，根本无法可解，还望圣祖不要再心存人念了。可我始终不愿意。若有一天石嬷嬷苏醒，这大千世界将不复存在，而圣祖一念之差，便会改变整个世界。或许其他人你根本不在意，难道化心笔中的陆小曼你也不在意吗？
钟小姐，带我走吧。你这是怎么了？走吧，带我离开那个恶魔身边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儿。你是谁？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你进去早点歇息。你用琴声控制他。你们救过阿离一命，今天的事情我不跟你计较。不过凡事都有个度，希望岑姑娘心中有数，闲事莫管。执念过甚，往往累己累人。他人之事，还是切勿妄言的好。我还以为这没什么人知道呢，没想到这宫南人缘这么好啊。难不成是我光顾着看病都不出门走动了？哎呀，宁大夫啊，你们也被请来了啊。张嫂你怎么也来了？哎呀，只准你们赚钱不准我赚钱了，这免费的酒席还送礼钱，傻子才不来呢。哎，该不是请你们是花了大价钱来的吧？是不是？哎呦，你们是大夫了，身份不同了。我不跟你们说了啊，今天人山人海的，我还是去坐我的位子啊。要不饭菜一会儿就没有了啊，你们啊自己找位置坐啊。难道这些宾客都是花钱请来的？吉时已到，有请新郎和新娘。觉不觉得钟姑娘脸色特别差？她蒙着盖头，你能看到？刚刚弯腰的时候我看到的。再说这病情变化，一天也不至于这么严重啊。难道是我看错了？你待会儿负责把新郎过。
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师姐，造梦兽即将复苏，眼下之际能与其一战的就是石梦墨了，所以当务之急自然是要唤醒石梦墨了。然后呢？造梦兽一死，留石梦墨何用？哎呀，这酒席都开始了，你怎么还没找地方坐呀？怎么没瞧见新郎官呢？我还没给他敬酒呢。哎呀，人家新郎官正忙着传消音课呢，哪有功夫理你啊？阿离，难怪我在你的身上感觉不到半点怨气，原来你把怨念之影都放到了阿离身上。你用情深控制他，他以为你为他走火入魔，他愿意用死来唤醒你。掌柜的，你我这一战一千年未得一回，今天咱们就做个了结吧。罗豪，你执念太深了，谁都不可以阻止圣祖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答应我好不好？回去之后再没有不快的日子，好好照顾自己。